薄雾笼罩在哀牢山脉2000多米高的山顶，来自遥远孟加拉湾的水汽跋涉几千公里凝聚在这里。有人早早起床在田间劳作。这片山体与众不同，从海拔100多米的山脚直到2900多米高的山顶，全部被3000多级网格状的梯田覆盖。这里位于中国云南元阳县境内，这片17万亩的梯田是哈尼人上千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因此人们又叫它哈尼梯田。牛后正在带着儿子喂自家的牲口，两头牛温顺地看着主人，他们知道过不了多久，等牛后吃过饭，他们就得跟主人到田里干活了。牛后是庆口寨一名普通的村民，家中4口人，父亲、妻子和一个3岁大的儿子。牛后的妻子已有近10个月的身孕，妻子怀孕以后，牛后和父亲就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这样一个平常的哈尼人家的生活场景，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哈尼族生活的村寨离繁华热闹的县城并不遥远，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就在门外，而哈尼人仍旧顽强地保持着近乎完整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哈尼人将千年传承的生活保留至今？根据历史考证，哈尼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边缘，以游牧为生。1000多年前，气候和生存条件的严酷逼迫哈尼人的祖先向南方迁移，最后在哀牢山脉定居下来，由原来的游牧民族完全变为一个依靠梯田生存的农耕民族。哈尼人的生活用具也逐渐由编具、鞍具变为了谷船、酿酒锅等农耕产品，哈尼族的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每年都有对水的祭祀，鱼成为哈尼族的食物，同时也成为哈尼族的装饰品。甚至哈尼古歌中认定哈尼人、天、地都是鱼的产物。曾经用来驱赶羊群的鞭子丢在了迁徙的路上，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如此优美的自然环境并非哈尼人独享。事实上，在哈尼人到达元阳之前，已经有人居住在这里。在元阳县连绵的大山中，生活着7个不同的民族，他们按照海拔高低分层，7个民族的居住也像梯田一样奇异。海拔100米到600多米的河坝区多为傣族居住，再往上的峡谷区居住着壮族，1000米到1400米的下半山区多为彝族，到2000米的上半山才是哈尼族和他们的梯田。2000米以上的高山区分别居住着苗族、瑶族，汉族多居住在城镇和公路沿线。公元6世纪，南渡河河进入阿拉萨的时候，整个阿拉萨区是满满的，都是满满的林海，雪也很丰富，土质也很肥沃，所以呢，就选择了海拔1400米
到那个1800米的这个阶段，就作为哈尼人的生存空间。在延绵起伏的哀牢山中，数不清的梯田依山势盘绕而建，层层叠叠，宛如一道道拾级而上的天梯，直伸云天。1000多年前，哈尼人来到这里以后，便开始了香火不断的生息繁衍。高山的阻隔使得哈尼人很少能跟外界接触，他们缺少像样的生活援助和最基本的水利设施，哈尼人如何灌溉这万亩梯田呢？我们哈尼人就是利用了二郎山区这个山也多高、这水也多高的这个自然条件，哈尼人就从小就教育那个小孩也是这样教育的，不准乱砍滥伐树木，因为哈尼人知道只有成片成片的完整的森林才会淌出、释放出很多很多的水，让我们耕种梯田。上千年靠天吃饭的生存经验，使得哈尼人悟到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道理。在哈尼人的心目中，森林更是生命之神。他们在建立村寨之初，总是要先选定一棵高大笔直的树作为寨子的寨神。哈尼族深深地知道这个树呢和水它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没有树，没有茂密的森林就不可能有水源，没有水源你就挖不出梯田，没有梯田你就哈尼族的这个就没有办法生存。李合法是宝华寨的老护林员，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做出一个哈尼山寨专用的警示牌，插到靠近路旁的森林中，提醒人们不要砍水源地的任何树木。你给的那那么上那么的金币啊，没到五百也别干不了，上了没给花了怎么弄？花了怎么弄？哎，七幺八、二幺八、三幺八比多么？啊，我希望吃东西不一样，我有的没有，我希望的。大的村寨会有2个以上的护林员，不论刮风下雨，每天必须去森林走一走。生存规则保证了哈尼子孙能够世世代代依靠着梯田生存下去。现在是4月底，各家秧田里的秧苗都已经长好，马上就要移插到梯田里。哈尼族至今还保持着一种互相协作的优良传统，不论哪家拔秧或插秧，亲友和邻居都会主动来帮忙。今天牛后的父亲正帮亲戚家拔秧。拔秧累了，便到田边歇上一会儿，抽上一口云南特有的水烟，然后和孙子玩上一会儿。我不吃人，还不热，还不热的。我吃的呢。这。那不得多。牛后趁着父亲休息的功夫，又去自家的田地里采晚上给妻子熬汤的蔬菜。牛后还有一个弟弟在昆明工作，弟弟和他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没有自己的孩子，
很想把牛后即将出生的孩子过继过来。同时弟弟认为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现代化的教育，这很重要。牛后很愿意这样，但父亲并不愿意，害怕孩子进城以后会学坏，也担心哈尼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后代身上断送。父亲心里一直酝酿着说辞，希望可以劝说牛后放弃把孩子送进城里的打算。山外人很难明白父亲守望梯田的心情，也看不透这看似平常的梯田蕴藏着一项多么伟大的工程奇迹。从海拔100多米到海拔2000多米，如何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对于今天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早在1000年前，聪明的哈尼人祖先就发明了关于灌溉梯田的自然分水法。这种方法公平、合理而又科学，避免了因为水的利用而产生的纠纷。哈尼人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20多条规则。这种关于合理管理水资源的准则，使得每一家的稻田都能够及时、适量、均等地得到滋养。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一个分水的门槛，你看这里这一大壳子，还有这一大壳子，为什么这里的这大壳子也30多公分，这里的这个只有25公分左右呢？你看这个门槛，为什么它不是等量的？这个哈尼人的这个分水的方法是根据你开梯田的时候的面积和你挖水沟的那个头光、头网，还有你的投入量，也就是你的劳动投入量，你开沟的时候你出了多少，我再分多少水给你。一口就是有4指宽，四指宽，那么高度也是4指，宽度也是4指，那么你的梯田多，那么你必须要两口的话，那就是那么宽，这样，但是你这个大家共同规定的这个水口分水的这个地方，用这个木头埋在这个地方是随意不能再动，谁动了就是罚款，就是这个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了，是这个。那么为什么叫口呢？就是我们汉语中有一个说法，口，一个人的4个指头是这个嘴巴是平平的可以伸进去，再多就伸不进去了，那么一口就是40个指头。张金宝是宝华寨连续3届当选的管水员，管水严格，威信高。他的劳动按比例获取报酬，这是一种传统的分配方式。每分出去一个口，所灌溉的秧田按收成稻谷的3%给予回报。这样的游戏规则已经不知道使用了多少年。如何利用水的力量，哈尼族的祖先胸有成竹。他们在迁徙的漫漫长路上积累了丰富的水稻种植技术和经验，从第一台阶设置的水碾，到第二台阶的水锥子，到第三台阶的水磨，水的力量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地处边疆默默无闻没有文字的哈尼族，在高山峡谷之中默默耕耘，勤劳、质朴、崇尚自然。这些人类最原始的传统美德，让哈尼族人民善加利用了水资源，并创造出独特的水资源管理系统。哈尼梯田已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并且在2004年联合国的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上，正式被列入中国的5个预备项目。一旦申报成功，哈尼梯田将成为第一个以某一民族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如此神奇的安居，怎么能无人继承？牛后的父亲一边帮助儿子插秧，一边打着主意。他准备在哈尼人每年一度的节日时跟牛后谈谈。在他的设想里，哈尼人节日里特有的文化气息也许会留住儿子渐行渐远的脚步。父亲想让儿子明白，哈尼人祖祖辈辈是离不开梯田的。哈尼族的节日呢，主要是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节日。一个呢，就是说在2月，第一个属牛的日子，我们叫做是阿玛图。阿玛它是战神的意思，即战神，与战神同乐，这样呢，在战神保佑之下，这个村子就得到这个发展。昂玛图节是哈尼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节日刚开始的时候，芒鼓手会在村中打起锣，催各家各户生火做饭。在寨子的正街上设立龙头，节日的组织者端坐在头一张桌子上。村民端出自家的饭菜，每户要准备12道菜以上才能出门。先由家庭主妇排队，依次向头领的桌子上献菜。由头领的副手一个一个象征性的收一些，然后再从头领的桌子上给女人拿回来一点。这种做法的意思也是向寨神敬献。头领在节日里就是神的代言人，或许寨神就同头领坐在一起。最终由头领示意，长街宴才可以开始。哈尼人十分看重男尊女卑，家庭主妇如果不到50岁，是不能坐在长街宴上跟大家一起吃饭的。妇女和孩子会在长街的边上找个角落吃饭，并借此机会相互交流生活的故事。那二月份我们就是祭灶神，3月份是开阳门，6月的苦茶茶节，7月有个年鬼节，就是把灶子里边的那些瘟疫撵出去。那个到8月份也是祭梯田神，也是跟这个农民大众文化有关系的。那个9月份是祭仓神，祭谷仓的仓神。还有那个8月还有一个家庭的祭祀，叫做吃新米饭长新节。然后到了11以后，我们就过那个水年。哈迪里。哈尼啊，皮皮的，诺玛阿妹啊，乌雷哥，我搞红椒嘞，大妈也嘎个一招，阿弟弟，你妈多个地方，我也见到绝对莫，弟弟。我都你拉和哈尼勒不好的红汤。在各种节日上，人们总要邀请这位叫朱小河的大贝马来到现场为大家唱歌。在牛后父亲的眼里，
这简直是难得的爱祖先爱哈尼的思想教育课。哈尼族的骨骼呢，它实际上是整个哈尼族文化的一个载体，啊，我形容它就像一个船，它把哈尼族所有的东西，这个船呢都装到里面去，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它走过来。朱小河这样的贝马被认为是哈尼人的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哈尼民族没有文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就是依靠各个村寨的贝马，通过父子或者师徒传承，一代代说唱延续下来。掌管这个书的这个，就是我们叫的摩皮伊嘛，就是技师啊，他是文化的传承人呢。结果呢，那个在过河的时候呢，这个河水越来越深了，他们走过去嘛，就没办法，然后就用嘴巴叼着这个，结果一个波浪飞过来以后呢，他就不小心就把那个呜噜一下就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整个民族的文字呢就保存在摩皮的肚子里面，他就开始唱歌，用讲啊，用唱啊，把这个历史啊，因为不唱不讲，他就变成历史的罪人。骨歌传唱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有三大部分较为清晰，即哈尼族人的起源、哈尼族的迁徙以及定居哀牢山。对于在梯田上生活的哈尼人，这些骨歌是他们了解祖先最主要的途径。这个迁徙史诗他一般是不唱的，他一个呢就是在老人死亡的时候，他要让他回到祖先的地方，那么他就要唱迁徙史诗。我们做的迁徙史诗，他是从远古的怎么一直这样下来的，但是老人死的时候，他是他的魂呢，灵魂是要引导他，老贝马就要这个磨皮嘛，就要领他从他的寨子开始走，一层一层的返回到磨马阿妹的祖先在的地方去，他是也是为现实的这个服务的。但是在今天，哈尼古歌不只是在送葬的时候唱，一些集会节日上也会偶尔有人唱歌，让人们知道过去，思考未来。牛后的父亲最喜欢一首描写祖先放弃高原寻找生存之地的古歌，他从这首歌里体会到了祖先找到这个家园的艰辛和磨难。传唱的是哈尼的祖先搬家再搬家，从中国西北青藏高原边缘的胡尼虎纳一直搬到了西南的哀牢山的过程。在庆口村哈尼族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哈尼人过河用的独木舟、作战用的弓弩等。哈尼人的历史是流浪和迁徙的历史，最终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他们永久的家园。通过传统的节日活动，哈尼人不仅了解了本民族的历史，
同时也感受到一个千年民族的血脉。个人在活动中感受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的互助关系在此时得到了强化和维系。人们对土地、水、梯田的感情也随之加深。牛后的父亲满怀期盼地等待节日的到来，然而节日还没到，牛后的娃娃却突然提早降临。按照哈尼族的规矩，孩子一出生，母亲就要马上喂上一口红糖鸡蛋汤。是个男孩，孩子哭了一阵后就变得非常安静。牛后的父亲此时顾不得跟牛后计较，他在计划着什么时候带孩子去梯田一次，举行哈尼人传统的出生仪式。我们哈尼人从一个人出生到他死亡的时候，都是跟梯田是也联系的。一个哈尼人出生到第十三天，我们就举行一个新生婴儿的出门礼，也就是从他家里边抱出来，母亲带着小孩到那个田里面，要举行，还有举行这个耕作梯田的仪式，也就是提站子里边、圈站里边的小男孩带着小锄头，象征性的在那个梯田里面挖一下。但此刻还不能带孩子到梯田里去。沁口寨的哈尼人穿上盛装，在梯田里先跳起舞蹈，为哈尼人又增添了新的生命，祈祷他们村寨的香火更加旺盛。这时候，牛后正在市场为妻子和孩子采购。他决定晚饭后跟父亲好好谈一次。他想问父亲，保留传统固然重要，但如果不把后代送到一个他必须适应的环境中生存，那么孩子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会不会跟自己和父亲的未来是一样的？不知道。倔强的父亲也在等待儿子的到来。我就要几个月那个千年不变的哈尼梯田看不到这些，他每天迎接初升的太阳，再送他下山，让光影在田地间徘徊，变化出万般景象，让农人歇脚，让游客赞叹。看千年来的哈尼人在上面插秧建苗，秋收冬藏，繁衍不息。